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他们两个睡着了。这个呀，我是给宝贝准备的。宝贝一天上学很辛苦的，还帮妈妈做家务。你看，我给宝贝准备了他爱吃的钥匙糖，给他放到里面。还有他喜欢吃的果冻，给他放进去。还有宝贝喜欢吃的大大泡泡糖，放到里面。好多的大大泡泡糖呀，给他放进去。看，还有宝贝最爱吃的奶酪棒，哇，给他呀放到里面。还有宝贝的零花钱，给他放进去。还有宝贝喜欢的钻石，也给他放到里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钻石吗？盖上盖子，给他呀放到这儿。这个呀，我是给爸爸准备的。爸爸呀，天天玩手机打游戏，还不帮我做家务。你看，我给他准备了一个臭僵尸，看这儿还有一个僵尸，还有一个小怪兽，还有一个小恐龙，放到里面，盖上盖子，给他呀放到这儿。你们俩别睡啦！怎么啦？看，这是我给你们两个准备的惊喜哟！惊喜？我选这个吧。那我选这个吧。宝贝，我猜你的里面肯定是空的。不可能，只要小朋友们给我送小心点，叫我支持一下，我这里面就不是空的。你可拉倒吧，小朋友们是不会给你送小红心和小加号的，小朋友们都不知道在哪里点。不可能的，小朋友们最聪明了，小心在这里哟，小加号在这里哟，你得点起来呀。只要小朋友们给我送666，我的里面也有宝石哟。来看我的，我先打开。密码正确，即将开门。哇，有最新的奶酪棒，哇，还有零花钱耶，哇，还有水果果冻，哇，还有药糖呢，还有宝石呢。不可能，小朋友们，666快点送你来哟，我也打开喽。请验证指纹验证通过，即将开门。哇，这是啥呀，这是个大僵尸呀。哇，奶酪棒，还有个怪兽。哇，还有个僵尸，怎么这么多的僵尸呀？这个是啥呀？啊，这个恐龙，吹起来啊！